两位。我先来，我叫陈曦，然后我也是一个作词人，然后我的那个《时间都去哪儿》那首歌是我的那个代表作，对，是。哦。然后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对，这边请。我是她老公，是《时间都去哪儿》的作曲。2014年春晚，王铮亮的一首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唱进了千家万户，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心底，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，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。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节目。这首歌就是由音乐人董冬冬与陈曦夫妇共同创作。歌词是陈曦在为母亲过完60岁生日后，看到母亲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，这种对时间不知不觉流逝的感触让陈曦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。而在陈曦做好词后，董冬冬第一时间进行了谱曲。我们已经合作了100多首歌了。你一直写词，你老公一直写曲。对，我只给他一个人写词，我一直写词，对。哎，我也只写他的曲，对。哎呀，哎，神仙眷侣啊！